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霸道哥。今天这场的话，玩的是凡恩打野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这场凡恩是走中路，那我带的是魔弓的奥义。那前面那个 highlight 之前的话，我有放那个奥义装备，那魔你们参考一下，看个人那个仅供参考了哈，我自己用的比较习惯，那你们可以参考看看。那这场的话，我本身是只有死一次，然后拿 MVP。那我们大家参考看看我是怎么玩的。打中路其实中路跟打野的位置其实蛮像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也是要经常的跑线，上下经常这样跑。那先回中路啊，蹲在草里面一下。原则上的话，中路赶快把它兵线把它清掉就可以了。这个木加爵的话，它的魔法也是挺痛的。那这边哦，对面卡芬妮莎的领袖，这边疾走开起来了啊！卡芬妮残血先把它收掉。这边危险，绕一下路哈，因为木加爵可能在上面。这边绕路绕一下。这边我会先出一个小法球。装备的部分的话，在前面那边你们可以看，这个蝙蝠侠开大抓人了哈。啊，这边拿到一个人头，那这边有没有戏嘞？下来看看，那个吕布退了哈。那这边赶回中路。墨家爵应该复活，现在出来了哈，看到了哈，有可能再抓他一次呢。这个脚大了，这个树影脚掉了，对面的墨家爵脚的树影已经很有诚意了哈。他的打野现在回去吃他的蓝 buff， 接下来我出目光了，这个有加攻速啊。对面哦，赵云在上面了，杀死了迪拉克。这边先往下靠一下。这个莫托斯啊、哦，对面的木加爵下来的，应该是可以收掉他的啊。那现在我们拿到三颗人头了啊。经济现在有一点点前期，有一点点肥肥的哈。这边我们要拉掉了哈，这边要退了哈。这个血量不是很优啊，我们先回城，准备回城。那如果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话，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，在下方帮我按一下订阅，那可以开启小铃铛，就会收到我每天的上片通知啦。感谢各位，这边兵线就把它清掉，开大把它清掉比较快啊。蝙蝠侠也差点死掉啊。金鸡跟他共享一下，吃个两只，那吃个小野怪。
对面我们的迪拉克又死掉了。对面的肖伟来点一个塔了。魔龙路的队友打得很冲啊。这个塔可以把它顶掉啊，这边是赚的，还有死神，把它换掉。这个吕布，水饺一波，今天啊，刚好看到这个吕布，刚好我今天有录一场吕布打野，吕布这季第一次打野。打的手感还可以的，这部影片也可以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。那如果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啊！感谢各位朋友订阅。现在是击杀五颗人头，500。经济在稳定的成长，那小野帮他清一下，直下小野怪，输在清我的中路兵线。等一下我直接出皇冠了，皇冠我直接出来了。这个赵云，死去，赵云 nice 啊。左边很多人啊，左边有3只啊。往下绕一下路啊，王木家觉得很凶啊，好像也是很痛啊。这个爱丽丝很 nice 啊，这边拿一个 double K， 我在13等的时候开大概伤害是魔攻伤害啊，是3917。3917啊，各位，将近4000的伤害。其实我之前还没有玩过魔攻型的，反正呢，这是我第一次玩魔攻型的。但基本上出装的话，我是蛮熟悉的，因为我以前是玩中路玩很久一段时间了，打很久。对面走心了。现在是900无助攻，然后皇冠现在出来了啊，下一场出生命法杖，欲速则不达，其实我这个位置好像有一点点小尴尬啊，蝙蝠侠嘞，啊这边我死去了。我撑很久欸，因为我经济也是挺高的，那没关系，我复活已经出来了。那小野把野区清一清，对面倒掉3只啊，反正走中路也是蛮好玩的，也是挺好玩的。对面卡芬，你开大清兵啊！那队友有没有要吃凯撒嘞？该来了。这场基本上我们就只有一个摩托斯一个坦而已，那他还是走凯撒路的。
追踪订阅，帮我订阅一下，帮我追踪一下，连吸个血一下，帮我按粉丝团赞一下，按赞一下，按赞追踪啊。啊，这边队友开始打起来了，有戏吗？吕布 nice 啊！这赵云，赵云呢？冲出来，冲出来！先定他，二技定他，我看到吧？三九一七，不要命啦！如果说凡人的二技可以扣整，那别人冲向你的时候开二技。定住之后直接飙一个大，近距离的大是很痛的。这边应该就一波结束了。好啦，今天这部影片到这边啦。那如果说喜欢的影片的话，各位记得帮我按一下订阅跟小铃铛，按一下喜欢，帮我按个赞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，各位。如果想看我玩什么游戏，或者是玩什么角色，可以在游戏下方留言给我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各位晚安，拜拜。What's up? YT 按赞订阅我啊，开启小铃铛追踪 IG 开的通告。本庄第三波送点数活动开始啊，还想看我拍什么，记得留言给我啊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各位，拜拜。